干是他的超前面的东西。而邱正凯理论上应该也是跟你差不多时间见，早安。但是我印象他没有打前面啊。二力士可以进四人房吗？还有四人房这种东西吗？我要吃什么呢？我快半年没有去麦当当了，好想去一次哦。只是好，可是最近感觉瘦好多，就不太想吃这种东西。不应该吃这么多，不该吃那个的。我已经从90公斤瘦到84。哇，那种现在这么多动，一直在看动，或者是怎么那么多动画、啊？来自深渊的黄金箱好看吗？那黄金箱的我没有看黄金箱，只有看那个最开始的。我漫画有看到黄金箱，只看到前面而已。进那个村，进那个什么深海村的，我就看他刚进深海村吧。那个漫画就追到那里，我就没看了。干，为什么进游第二套抽脸？他妈的！哎，白痴哦，你干嘛？这狗变成拿空了。宝宝，你说好不习惯前面的几代哦。被打到，
我刚有被打到。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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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上线了？嗯。怎么给爆了？帮忙。您帮忙马先生打迅龙啊！不，我可以救你。对，我发现拔刀术力的敌晕效果其实算还可以耶。说你，我拿大剑的话，我如果都打的话，我那个打一场应该给你运一次啊。好。为什么他一直追着你打？我说那个，说那个海星有防护库库。还在追你欸。而且你是不是躲不太掉他的攻击啊？他可能就是太讨厌你了。他跑去追你了。我靠腰。起刀！哇！这个依然这么的强。李浩。嗯。我的兄弟兄弟兄弟啊，我操，好好奇。你说一个月五万哦，你在日本还会有个待遇啊？你一说加薪加到五万吗？没有吧？没有听说啊。看到宣传片说士官有到一个月五万，没有假赛。你军官都要做到连长才有一个月五万的。那个不烂，那个太不烂了。靠杯没有，你知道那个要加五万加级是几乎是你拿不到的加级哈。这种一个月士官一个月要五万，你基本上要有离岛加，要有一大堆什么教官乱七八糟东西加一加才会有五万，好不好？那个东西，那个通勤加级会有。靠杯，你是要去哪里才会有通勤加级啊？那个士官如果有那种像是我们那个慢速机后舱那种。领航官啊，机械官啊，或是那个什么那个 E2 后面的那个电焊杆之类的。对啊，有那种什么那种电站资格那些之类的那个可能会有。抓他抓他抓！还没。不是，我是说勾他。
不习惯。他走捷径哦。太久没玩了，好不习惯这，好不习惯这破游戏啊。干，我的 Uber 居然到我走远路，妈的！啊？哦。你不是被芬达收购了吗？这 Uber 真臭，我操！不过是魔物猎人的 Uber 吧？对，哎、欸，我来看你娘嘞！哎，干，他在水里面，我看不太到他要干嘛、啊。看到了就死。哎，看呢、欸，疯狂！你开始玩久了，你这变得好弱，天哪！我还一直在这个狭小的坑里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跟他打、啊、干。哇！这家伙，我怎么晕了？有人带强打一装是不是？嗯。还是是我的八剑八戟。我是从航，我是从航算是大体冲吧。可能我中了敲到航，对不对？干，太急了啦！而且，妈的，我人还会卡到地图，我根本看不到路在哪里。干，差点被李耀害死。在喝药，他妈李耀一直在打队友。可以啊，可以撞他了。那也要先等他露出破绽啊，不然我看现在要怎么打。撞。是不是可以再抓一次啊？可以。等一下。干，我下不去。干，我们的伤害是不太够啊！啊，怎么打那么久？你为什么伤害很低啊？你不是有破武器吗？你要知道那个
三个人打的那个血量是有点，因为那个三个人的血跟四个人的血是一样的。对，哎，三个人跟四个人是一样，就靠背了。对，就是那个怪物三，是那个。那个怪物的血量的话，那个三个人跟四个人是一样的那个血量。那他把子弹撞烂。二十。但他要跑去很远的，你常睡觉、啊。等一下，你的武器啊，你的武器感觉杀伤不太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马斯地瓜。大胃王一直都是让人感到神奇，但镜头前的帅哥美女也一定要。真心扎根，我需要在大胃王比赛。再打一只。他应该现在是双翼风标啊。哦，没有，他应该就是斩龙。斩龙吗？斩龙，风龙、坠龙。とてつもない古竜だ。生態系に急激な変化が現れている。調査団としてこの事象を見届けたいが、このところ食料の調達も難しい。我々の役目は生態系の調査と調和。だがこの地自身が寒冷な道を選んだのであれば。我想要看看他说的地好不好用。哦，因为我现在要想要做一把比较 OK 的狩猎。我たちもその生態系の一部じゃないかな。先輩。然后是金丝吧，金丝的重弩做一把。你要做激昂还是做一般的？モンスターたちの縄張り争いを見てきただろう。奴らは生きるためにあがいている。你说哪一个是特二，哪一个是特三？それが命のあるべき姿。我看一下。新大陸に生まれたからには、俺も諦めたくはない。俺たちも生態系の。啊，他们是打纯特甲弹吗？还是其实他有其他弹种可以打特甲会比较好？不是，我意思是当我特甲打完了，因为有些武器是他的特殊弹种打完。他就是变成垃圾了。他可以打贯通吗？他没有，我记得好像他的定位好像是专门拿来打射甲。激昂金丝是打侧三的，他那个一般金丝打侧的。哦，那个一般
对，这样你今天打侧山，哎、欸，你说这样好了、啊，因为一般人他是那个侧甲单发填装，虽然说速度也不会很慢，可是打长这样的话，他这样好像比较好。さて、好。よろしく頼む。啊，对了，因为啊，他们两个都打侧山，只是那个。那个基昂的攻击会比较低一点啊，然后啊，可是因为他打的速度比较快啊，那一般的话攻击比较高，可是他打的速度比较慢。啊，现在问题是，侧甲弹这样一场打下来，我的弹药吗？所以你要穿黑龙，穿黑龙装啊。用弹药节约哦，他妈的。对，穿黑龙装有那个针。增大血运，然后他可以配那个炮输出，但那要等很久嘞。主要是你要完，是你要完全升级的话，你要太太。重弩有没有替代品啊？替代不是都不适合打那个啊？不适合打穿甲弹啊？有没有专门在打穿甲弹？穿甲弹的话，我记得在黑龙出来之前，我们好像都是拿那个雷狼龙打三弹吧。但可是超大怪，拿雷狼龙不是拿散弹去打吧？没有，这带来的散弹很强，但是散弹你给他贴近身打，然后你给他那个用那个盾牌，他那个伤害超高。那就。到时候去抓一下人。散弹。因为这你看我的，因为这的话你是拿散弹，然后给他天打。找队友。对了哦，你不是打斩龙？你斩龙打过是不是？哦，他在看动画。越轰龙越碎龙，那你斩龙过了？对。先打碎龙，他在你地图的下面的地方吧，我记得。我只爆破炮这把那个吗？防卫工会武器吗？他在比较下面那层，他在那个你往地图二，然后往右。右走那个龙血骑士地图开下去，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麻痹蛙，那个麻痹蛙的右侧的那条路走进去就直接进洞。我记得碎龙很好，可是红龙不好。欸、你要小心哦，你的防御碎龙应该可以一发把你秒。你要小心你自己身上有没有那个粉尘，有粉尘的话，它爆炸就可以直接把你杀掉了。有个麻痹蛙的顶，然后你进到那个洞窟的右边，有往右走，往右走会有一个洞窟，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地方要搞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海边。对，涌下的。对，继续走。飞机头，对，所以才跟你说，你很容易会被秒掉。飞机発生させた粘菌だ。回避行動で粘菌の増殖を抑えないと爆発が大きくなるぞ。地板的那个吗？啊，你要小心自己身上的那个粉尘，会爆炸哦。你要多滚几圈？我记得是五下。啊，这一代的粉尘要滚五下，他妈才滚掉，哪来那么多耐力啊？真是有个靠背。哦，我要等我一下，我妈叫我去菜，叫我下去吃饭了。靠北，我先退任务好了。你们加油！没有，你打那个信号弹，还有一个任务求救的。他现在才要习惯。
本层哦，对，看你身上有一个那个爆炸图案，结了，你要仔细看，因为他那个身上的本层不是很明显的，这一代很不明显，前几代会很明显看得到，虚拟身上会发光。拿去桶。靠北的那个作业底在绕圈圈，在绕他。
个路人是跟你一样。不要在这边拉，龙在搞啊！看我可以，对啊，会啊，可以争夺地盘，争夺地盘。不要再叫了，叫杀你好看。在哭哦。可以啊，可以打。但是你要小心，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然后把你手爆。这一根鬼，要在狭窄地方跟他打，妈的不喜欢，哎，到狭窄地方。带陷阱，好，因为我觉得这局我们也不用抓的会比较 OK， 抓的会比较 OK。抓就是你不能捕，不能抓，不能踩它而已。但是它会额外给一些东西。会，它小。
哦哟，火龙叉子！哎，有没有大便？丢个大便，把火龙赶走。妈的，不然就不用打了，倒霉。那么远的那一段出来我大便好干我不以为呢马先生你在干嘛白痴哦你不是满血吗你怎么被秒了你说什么？
哎，靠，白痴哦！哎，妈的，都打二十几分钟了，你这把不给你。残るはティガレックスとブラキディオスの調査ですね。おお。ああ不要再拿你那个垃圾弩了啊！你伤害敌人这样子，然后又一直